刘宋向来重视礼仪，竟有如此荒唐的公主，简直闻所未闻！你在上面干什么？不知道非礼勿视吗？啊！还我钱呢！先道歉。新婚之夜抛下刘宋公主，此乃公然羞辱，到底谁该道歉？我知道，你很思念家乡，也很想见到自己的亲人。 所以，我准备了皮影戏，想让你开心一点。你动不动就消失，知不知道我多担心啊？你差点没命，知不知道我多害怕？都多大人了，为什么不长脑子？为什么不懂得趋利避害呢？因为我想见你啊。还有。 我更想知道，如果我失踪了，你会不会来找我？不过，你真的担心我啊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还知道错啊？我不应该说谎骗你。如果我要真没把你骗过来的话，我就死在那儿了。不会。嗯？我不会让你死的。 陛下，康王虽是亲王，却已罪犯谋逆，他的葬礼不宜铺张大办呐。陛下，历来乱臣贼子都该千刀万剐，怎有用金棺行亲王大礼的？摄政王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康王的葬礼依照亲王礼办理，我并无异议，只是要辍朝三日。 并满朝文武待孝，这恐怕有些不合适。就算他没有犯下滔天大罪，也不该享受如此尊荣。摄政王，康王人都已经死了，你又何必如此刻薄？陛下，过犹不及。什么过犹不及？朕要让他风光的走，便绝不会委屈他。这件事，朕心意已决，不要再议了。 陛下，摄政王殿下，潘公公，请向皇上通报，我有急事要见他。殿下，你要是为了康王的事，奴才劝你一句，别去触碰这皇上的眉头了。潘公公何出此言？难道皇上为了一个逆反者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？殿下，如今皇上只亲亲惠妃。 这其他人谁的话都不听，你呀，省口气吧。惠妃，奴才多嘴了，奴才什么话都没说。惠妃娘娘，摄政王殿下，自从荣升惠妃以来，倒是越发的风采逼人，雍容华贵了。 那都是托殿下的鸿福啊！是吗？自然了。如果没有殿下，怎么会有洪秀的今天啊？此一时，彼一时。从今往后，我要改口叫你一声娘娘了。这是哪里的话呀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洪秀都不会忘记，是殿下为冯家报了大仇，这份恩典，洪秀迟早是要报的。
有惠妃这句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红秀身体不适，就先告辞了。殿下，你可瞧明白了？从前是我小看红秀了，这从今往后你可要更小心此人了。潘公公，多谢你的提点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能为殿下效劳是奴才的荣幸，你言重了。怎么了？潘公公，奴才肚子疼，怕是忍不住了。哎呀，懒人屎尿多。咱家伺候皇上的时候，那可是一整天连一滴水都不敢喝，生怕崩出个屁来把这个脑袋给崩掉了。你呢，学了多久了？真是个蠢材。奴才哪能跟你比啊。赶紧滚。是是。你们是干什么呢？我可是皇上身边的人。娘娘，怎么了？皇上身边的潘公公被人发现溺死在湖里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潘公公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，谁会对他下毒手呀？一个多嘴多舌的人总会让人觉得厌烦，也许说不准是他自己喝多了，一不小心失足落了水。娘娘说的是。陛下，在潘公公房内查到了一封密信。滚！是。陛下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惹您生气了？朕的好舅舅，现在都学起监视朕来了。陛下说的是摄政王。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在朕的身边拉帮结派，若不是此次潘公公出了意外，朕命令全宫搜查，还查不到他身上。朕没想到，现在就连他都对朕这把椅子虎视眈眈。陛下，你为了康王的事情三番四次的跟摄政王起冲突，难免摄政王心里不会留下疙瘩。依臣妾看，不如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，也好过亲人失和嘛。朕已经决定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再改。是。殿下，皇上因为潘公公的死大发雷霆，原说要彻查他的死因，最终也不了了之，这件事未免有些奇怪。潘公公是皇上的亲信，你笼络他多年才让他些许有些偏向，可如今他这一死，皇上身边的耳目没了，是否应该早做打算？赵翔，赵翔。殿下何事？今日在花厅摆宴，叫摄政王妃一起来用膳。是。殿下，你的心思完全就不在政务上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不要再说了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皇上对你疑心大起啊，你不想办法化解，还沉溺于儿女私情，再这样下去事情只会愈演愈烈，最终无法控制啊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想再提。殿下，
这是婢妾为你做的相思碧螺，红豆馅儿是婢妾亲自调的，又软又糯，你尝尝看。还有这道百年好合，里面的百合是婢妾一半一半剥的。殿下，月牙姑娘为了做这些菜，连指甲都弄破了。赵长史谬赞，婢妾只是希望殿下吃得开心。谁准他来的？是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想陪你吃饭，所以找了别人。殿下，你的手！滚！你们全都给我出去！走。殿下。你又要干什么？是我要问你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容止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能不能认真回答我？你说，我一定如实回答。你这一生有没有因为欺骗过谁而感到后悔的？做过的事情从不后悔。从不后悔？好一个从不后悔。容止，对你来说欺骗已经成为本能，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心，根本就是习以为常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不清楚，你能不能说明白一点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累了。王妃，王妃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殿下？因为我发现自己生活在一场又一场的骗局里。我不懂，殿下待您那样温柔。我为百姓的安乐不惜牺牲自己，可现在却发现一切另有目的。我为爱上不该爱的人而纠结徘徊，可他却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这场联姻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？我甚至都不敢去问了。既然下不了手，我情愿离开容止，永远离开大魏。我越发不明白了，你不必明白，我明白就好。你要怎么做？我要离开这儿。你刚才说要离开这儿？对，你帮我，我离开摄政王就是你的了。只要你帮我离开平城。不，我不敢。我只是一个卑贱的婢妾，又能帮你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告诉你该怎么做。不，不行，殿下饶不了我的。不，不行，不行。
陛下，这是何意？朕已命令满朝文武为康王扶丧，可你们一个个的都不乐意。那朕就吩咐人做好了，送到你们面前，当着朕的面穿上。陛下，为亲王扶丧并非没有先例，可康王罪犯谋逆，你怎能让臣等为一个谋反的乱臣贼子戴孝呢？陛下，这种衣服不能穿，这传扬出去不让百姓耻笑吗？朕给你们两条路，要么老老实实扶丧，要么摘掉自己的脑袋。既然你们不肯戴孝，那就亲自去侍奉康王吧。来人！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这太荒唐了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这太荒唐了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摄政王，你当为百官之典范，请殿下换装。摄政王，你听见朕说的话了吗？陛下，康王之死，你内疚吗？摄政王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自古以来，谋朝篡位，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，陛下如今却以亲王之礼下葬，还要求文武百官一起扶丧，这远远超出罪王应有的礼仪。康王罪无可恕，陛下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皇者的权威，二是让愧疚之心得以补偿。住口！区区一个葬礼就要拉着朝廷的体统和大魏的律法一起陪葬，请恕我无法参与。你这个逆臣！陛下，滚开！摄政王无半分忠君之念，实在忤逆之极。从即日起，摄政王囚衣府闭门思过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准出府。这是怎么了？朕头痛得很，可那帮庸医根本就没有解决之法。陛下，您这掐的呀是印堂穴，这么重重的掐下去，偶尔可以缓解疼痛，可是不能治本啊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胭脂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怎么有股药味儿？臣妾是加了几味药进去，是用来祛风止痛的。果然有用。这方法你从哪儿学的？陛下，你不知道，娘娘为了替你治病，不知招来多少民间的神医，试验了多少方子，就连这双手都差点被汤药给泡坏了。胭脂，红袖，为了朕，你真是太费心思了。来，让红袖再为您揉一揉。嗯。陛下，彭指挥使求见。鹏哥，让他进来。
臣叩见陛下。恒哥，你把霍玄的人头带来了。陛下，臣失职，罪该万死。这么说，你把人放跑了？请陛下恕罪。朕早就料到了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当真集四海九州之力，除掉一个霍玄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？杀死他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安抚霍家军。陛下的意思是，朕要你带着圣旨，即刻接管霍家军。你替朕告诉他们，霍玄犯了大罪，朕网开一面，放他离去。但愿他们能明白朕的一片苦心，好好为朝廷效力。是。不过，臣这一走，平城风平浪静，不用你坐镇。倒是霍家军，一定要给朕盯紧了，切不可再出纰漏。臣领命。陛下，让臣妾再为您揉一揉。红兄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些奏章全都是给摄政王求情的。你怎么不开口？朕在问你话，难道你也赤诚生交，处处忤逆朕？陛下，臣妾只是担心你为了一时义气九生十合，朝政不稳。毕竟摄政王殿下是您唯一的得力之臂，帮您排忧解难，就算是他犯了什么错。住口！臣妾告退。红秀，红秀，朕刚才并不是故意要朝你发脾气的。陛下，臣妾都说了，后宫不设朝政，是您非要让臣妾说的。好了好了，是朕不好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朕刚登基的时候，势单力薄，内忧万患。容止的确为朕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朕给他的远远超过他应得的。现在他处处顶撞，远远超过了一个臣子的本分，朕实在是忍无可忍。你怎么不说话？陛下养虎为患，臣妾替您不值。对，养虎为患，终有一日会为虎所伤，除非……看望殿下。容止失宠了，一切都按照阁主的计划进行，容止风光不了多久，而康王你也很快就能重见天日。皇上，容止，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。我等这一天真的很久很久了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
君子好逑。古花，你出来。我该回去了。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，接我怀人，置笔周行。顾欢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第一句，或许我想追求你。第二句，因为思念，我夜不能寐。第三句桃夭是出嫁时，你怎么笃定我一定会答应？你不都已经答应我一定会嫁给我了吗？那我也可以反悔啊。不可以反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悦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今生今世能娶到你这样完美的女子是我最大的幸福，我们一定要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就算两个人再相爱，终有一日要生死相隔，到了黄泉路上，谁又记得谁呢？我会记得你啊，然后再紧紧地跟随你。那可不一定，万一我下辈子投胎变成男人呢？那我肯定投胎变成女子了，然后再追你一世。顾欢，记住你说的话，我会当真的。我顾欢在此起誓，就算再入轮回，我与霍玄二人亦要生生世世再做夫妻。顾欢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。荣止，你这一生有没有因为欺骗过谁而感到后悔的？做过的事情从不后悔。从不后悔？好一个从不后悔。对你来说，欺骗已经成为本能，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心。你还敢来？殿下，殿下，陛下知道您不想看见我，
可是惠妃娘娘召奴婢进宫了。她见你干什么？娘娘希望婢妾劝劝摄政王殿下，她说。说什么？娘娘说，皇上只是一时之气，只要殿下顺着他的心意，皇上顾及旧臣情谊，终究会原谅你的。我待你这么冷淡，你还来告诫我？你是个睿智而豁达的人，为什么要为了些许小事与皇上彻底决裂呢？惠妃娘娘表面好意劝说，可她把奴婢安插在你身边，分明有监视之意。婢妾假意与她周旋，还不是为了你着想？为了我着想？是，婢妾被皇上赐给了你，此生就是你的人了。你骂我、赶我、厌我，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。既然如此，殿下为何不坦然接受呢？坦然接受？坦然接受身边安插一枚棋子，还是坦然接受身边安排的所有女人？不管是皇上还是惠妃，甚至满朝文武，所有人都让我接受，接受令我作呕的一切。我见过太多的女人，就算你倾国倾城、貌美如花，我都不在乎。我需要的是一颗真心呢、殿下，在我没有发怒之前，不要再看到你。殿下，滚出去！殿下，殿下。王妃，上回你说的话还算数吗？站住！惠妃娘娘召我入宫叙话，还不让开？幸吾在此，你们敢耽误我的时间，小心娘娘知道砍了你们的脑袋！出来吧，将军。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将军了。将军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皇上派了彭哥将军前来接管军队，可咱们大家只认将军你一个呀。走吧，将军。兄弟们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丢下我们不管，这样对得起为你舍去身家性命的兄弟们吗？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只好亲自赶你走。将军，走，你给我马上离开这儿。玄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忘拿这个东西了。刚才那个人……只是个卧怒的士兵。可是我看他……好了好了，走吧，早去早回，路上小心。好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谁？是我，沈将军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出去了一天，都去哪儿了？我今日进宫陪惠妃娘娘解闷，这才回来的晚了点儿。沈月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把袖中药包交出来。药包？什么药包？把药包交出来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赵长史，赵长史！月娘子，沈将军，二位这是干什么呢？哈。你应该问他。好端端的，沈将军拦着我，非要搜查。哎呀，沈将军，
月牙姑娘是皇上送来的人，做事有点分寸啊。你给我，还说没有问题，那你紧张什么？你自己看清楚了，我只是因身体不适请大夫开的八珍汤。如果你不心虚，那你刚才怎么不说？这八珍汤用于月食不调，气血两虚，沈将军，这话该如何回啊？沈将军，你沈王妃，陛下，皇上都已经三天没有上朝了，这可是从来都没发生过的事啊。皇上素来勤勉，哪怕是身在病中也从来未耽误过议政，如今我们前来求见，皇上却拒之不见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这事儿太不寻常了。哎，今天我们非见到皇上不可，非见到皇上不可。诸位大人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竟敢在这儿吵闹？惠妃，我们要见皇上。刘尚书，皇上身体不适，需要静养。那我们去探病，你让开。没有皇上的宣召，你们贸然闯进去，那可就不叫探病，而是惊驾了。你不过是后宫的一介嫔妃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指手画脚了？让开！我说了，皇上身体不适，需要静养。诸位要是不信，那就闯进去看看，我是否有半句虚言。不过我倒想提醒各位，如果你们贸然闯进去引起皇上盛怒，那一切的后果就由你们自行承担，与他人无涉。怎么样，想清楚了吗？啊，时间太短，没想好后果呀。那好，来人。是。不必了，我们走。走，我们走。他真的肯见我，属下不敢妄言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皇上缠绵病榻，无心上朝，满朝文武议论纷纷，你都不管吗？惠妃是你推荐入宫的，如今是后宫第一宠妃，性情突然大变，惹来非议无数，人们都说是你的过错，你也坐视不理吗？自康王死去，霍权失踪，宫里宫外暗潮汹涌，再这样下去，局面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啊！殿下，王妃不理会你，你就无心政务，甚至连朝政大事你都不放在心上，只是一个女人，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重要到可以让你放弃多年的愿望，重要到可以不顾黎民百姓的痛苦吗？出去。你变了，你不再是那个胸怀天下的摄政王，你现在只是个沉溺于小情小爱，看不清朝政大事的庸人。滚！你以为王妃是真的想和你重修旧好吗？只怕你高兴得太早了。你来了。今夜为何突然改变态度？一直这样僵持着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我想明白了。霍玄已经离开，你我之间再没有障碍，你能想明白就好了。你我之间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霍玄。那是什么？因为你的世界太复杂了，我没有办法融入。楚玉，
最近你一直在说让我困惑的话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能不能直说？以前我最讨厌说话吞吐的人，认定话只要说出来，问题就会被解决。但现在我才发现，有时候不说，只因千头万绪无从说起，又或者避免落入更可笑的地步。人生若如初相见，相见不如多怀念，江南烟雨昙花一现，都在细雨绵绵。人生若能长相见，如何才能看不厌。Yeah.